魂老爹感电玩。大家好，没有错，今天老爹来把老爹的这个，等一下我们先买一下东西啊。好，没问题，老爹要把老爹的弹珠超人升到七星啊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的弹珠超人可以七星哦。好，我们先买一个东西先。好，没问题。老爹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买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再买。买，买。现在身上钻石很多、哦、各位观众啊，买的根本没在怕的、哦、好，那么现在各位请稍等老爹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刚刚老爹回了一下讯息哦。好，为了占那个不好意思占了各位时间，所以老爹再换1000钻石，10000钻石来、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弹珠超人升到七星了，各位观众，满星的弹珠超人见过没有？来，没问题，七星的弹珠超人就此降临。来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七星的啊，直接战力加18000，满星的弹珠超人啊，有没有看到已满星啊？超帅的、啊。然后技能老爹已经练到最高了、哦，黄色的技能哦。好，最顶级的弹珠超人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已经好久没有在。认真的来打一下我们的第一名哦！今天我们就来挑战我们的第一名。来，各位观众，第一场对手挑战我们的氪金超人，不对，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小氪金超人，因为真正的氪金超人在我这里，我才是真正的氪金超人。啊靠腰，各位观众，稍等老爹一下，老爹不小心忘记换阵容啦。换到大象啊！有没有看到老爹弹珠超人一个81000的伤害？好像有机会赢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好像有机会赢啊，不会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我们大象不进去了。哎呀，果然还进不了。2-4，哎呀，1-4，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办法直接带走？哎呀呀，没有办法，好，输掉了，没关系，各位观众，君子报仇，3分钟不晚，来，好，没问题，老爹重整再出发，挑战我们的小氪金超人，来，今天老爹啊，可是有70的弹珠超人哦，没问题。睁大你的双眼，看看老爹的弹珠超人可以打出多少的伤害。来，七星的，110000，再加额外伤害，简直就是伤害爆表啊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的氪金超人哦，完全没有出到手，没问题。我们再来挑战我们的咖喱王，各位观众，来，老爹很喜欢吃咖喱饭哦。所以看到咖喱王就忍不住想要打他一下，完全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金属超人丢了一个金属，屁孩丢了一个屁，61000的伤害。再来，哎呀呀，弹珠超人没有丢出大招啊，他们没有暴击啊。好，没关系，81万，有没有看到他81万耶？怎么这么高啊？好，没关系，撑着啊，撑着啊，你不要打不赢咖喱啊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哎，我们七星的弹珠啊，你干嘛、啊？好，没问题，屁孩开始开了一个大招，铁中 Q 弹珠超人结束比赛。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，即使老爹哦不小心没有暴击哦，也是可以靠着我们的弹珠超人直接获胜。好来，挑战我们的马斯。诚如老爹所说，老爹最讨厌阔鱼啦，敢在老爹面前变阔鱼，你就是找打。来，我们打爆这个阔鱼，没问题，
老爹呛到了，呛到了，呛到小事情，没问题。来，屁孩一个大招，96万啊！再来，七星弹珠超人，好，伤害非常的狂，没有问题。结束比赛，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阔鱼完全被老爹屌打到，真的是屌打到，老爹根本就还没有，都还没有被打到就直接结束比赛了。我们再来第六名，第六名你在哪里啊？老爹考试最高也考第六名啊，我要打第六名啊，你干嘛、啊、怎么没有第六名啊？我要打十个。好，原来第六名就是我们的魔人 SFVI， 没有问题，我们的七星弹珠超人今天就要，我要打十个，我要打十个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没问题，53万的伤害，再来屁孩一个，90万的伤害，没问题，弹珠超人再来一个收尾，110万，再加一个额外伤害，140万啊。我们的魔人 SAVI 一刀都没有砍到老爹啊，直接结束比赛。我们再来挑战我们第五名的 Tomato， 第五名的番茄哥，诚如老爹所说，老爹最讨厌博士啦，日后如果老爹的儿子说要当博士，我就敲爆他的太阳穴，没问题。来，好，钢铁骑士丢了一个钢铁，屁孩丢了一个屁孩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压轴的弹珠超人，一个爆炸性的输出，100万的伤害，再加额外伤害，有没有看到？春卷来一个收尾，结束比赛，130万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130万啊，你自爆吧，番茄。结束比赛，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就是要来认真打上我们的第一名。来，第四名的洛昂是吧？洛昂是吧？洛昂的洛，洛昂的昂。来，看看你能不能承受老爹七星弹珠超人的威力。没问题，44万。再来，屁孩又一个，47万。没问题，弹珠超人加油，78万，再加一个额外伤害，将近100万的伤害打在对面的洛昂。好，春卷又一个100万，他的原子武士，他的原子剑啊，他的原子剑完全没有放出来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今天的老爹就是这么狂啊，七星的 SR 就是这么强悍哦。结束比赛，轻轻松松。再来，我们挑战我们第三名的龟吼鬼叫，我们的普普哦，来，要特别小心普普的这个原子武士哦，他的原子武士一刀是可以打出200万的伤害哦。来，47万，没问题。好，他的钢铁骑士也非常快的开出一个钢铁，可是老爹的屁孩打了69万的伤害，加油啊，弹珠，加油，77万，再加一个额外伤害，没问题。好，春卷丢死他的原子武士，丢死他的原子武士，没有问题。一个原子武士可以打出200万是吧？我让你连200都打不出来啊！我让你连200都没有啊！各位观众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我老爹的七星弹珠就是这么狂啊！轻轻松松又一个结束比赛，再来。挑战我们第二名的卓玛哥，没有问题。今天老爹就要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天津第一，来，没有问题。靠腰，开不出大招啊！哎呀，开不出大招啊！好，没有问题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二回合。各位观众，我们还有第二回合。春卷开了一个春卷，49万的伤害，再来。加油啊，撑着啊！其中 QQ， 只要能够到第二回合，老爹就有机会获胜。好，蜥蜴王招了一个蜥蜴神拳，再来，该我了没啊？该我了没啊？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地牌一个大招，43万，
弹珠超人靠你啦，弹珠啊！哎呀呀，铁柱 Q 靠你，没问题，差一点点啊，有啊，有机会啊！结束比赛，一打一，我的拼命啊！加！哎呀呀，只差一点点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差那一毛咪咪咪啊！好，没有关系，诚如老爹所说。老爹是要成为天下第一的人哦，天之第一的人哦，第二名老爹才不看在眼里哦，我才不想要第二名哦。他的弹珠超人哦，佐马哥的弹珠超人才第六名哦，才六星哦，我们笑他哦，我们七星嘞，来，没问题，老爹只要当天津第一，第二名我们不看在眼里。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直接挑战我们的天津第一。睁大你的双眼啊，来，没有问题。把我们的金属骑士开了一个禁书，来，再来，屁孩开了一个大招，68万的伤害，没有问题。再来，弹珠超人，哎呀呀，弹珠超人，哎呀呀，弹珠超人在干嘛？哎呀，我弹珠超人没有看到大招。好，有机会，弹珠超人一个100万的伤害啊！哎呀呀，各位观众啊，七星的弹珠超人惨败啊！这什么鬼东西啊？速度不够快是吧？好，没有关系。那么下次。老爹会在持续强化，持续强化，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赢的。前面两个给我等着，我老爹一定会超越你们的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